小小的手艺。一日三餐，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我不想再在我不喜欢的事上花费精力了。一年四季，不管这条胡同怎么变，我对你的心永远不会变。从来没有人给我放过烟花，你是第一个。从小特别努力的学习，我就想着长大我能多点选择的权利。这件事情上，我觉得你就是自私，你们根本就不懂。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。生活纵有千般滋味，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。山楂是酸的，蘸点糖那就是老百姓的日子，有酸有甜，有苦有乐。祝你心想事成。